每个人对自己的退休生活都充满期望，有人梦想环游世界享受人生，亦有人希望重拾兴趣挑战自己，不想临退休才梦想破灭，由摊世界变成挨世界。那你就要立即行动，好好利用时间的威力，将资金滚存，轻松地在第二人生再次起跑，尽享预先计划的退休成果。时装设计师 Vivian 希望将来可以轻松退休，而爱时装的她一直以来都希望退休后可以延续对时装的热爱，想飞就飞，在退休后仍然可以继续走访潮流圣地，享受优质的第二人生。 Vivian 相信只要及早筹划，要达成她的退休梦想不是没可能。 Vivian 希望自己的退休储备可以享有一定的增值潜力，攻守兼备，咁先可以支持及保障到佢同家人将来嘅生活。Vivian 工作十分忙碌，更不善于投资，担心投资股票市场风险太高，随时得不偿失。而将退休储备放喺银行收息，回报又有可能跑输通胀。喺40岁时 ，Vivian 决定投保富卫凝聚非凡寿险计划。佢希望能够把握时间滚存财富，获取长线潜在回报机会，为自己和家人打造丰盛的退休生活。另外，凝聚非凡寿险计划更提供保费假期，由第一个保单年度起及保费供款年期内，保单仍然生效时，你可以申请保费假期，以便配合你的财务计划。保费假期适用于投保凝聚非凡寿险计划5年或10年保费供款年期，而提供的暂停缴交保费分别是2年及4年。假如保单权益人不幸确诊癌症、急性心肌梗塞或者中风，计划会额外延长1年保费假期年期，等你可以应付突发的财政需要。Vivian 选择保费供款年期为10年，每年供款$30,000，合共缴交了$300,000。在 Vivian 54岁时，保单的非保证预期总现金价值是$421,428。大约相等于已缴总保费1.4倍。Vivian 55岁决定退休，提早开展佢的第二人生。佢同老公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就是国际时装之都巴黎。Vivian 在55至85岁期间，每年在保单提取现金以支援退休生活开支，首年提取金额是$18,000，其后每年在保单提取现金金额更以每年3%递增，以应付生活费，直到 Vivian 85岁。在这31年间，他合共提取的金额为$900,048，大约相等于已缴总保费3倍。完成31年的提取之后，在 Vivian 85岁那时，保单的非保证预期总现金价值是$898,655，大约相等于已缴总保费3倍。凝聚非凡寿险计划不单止帮助 Vivian 退休后延续对时装的热爱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，更同家人享有丰盛而安稳的第二人生，一次过帮 Vivian 达成了2个退休目标。明日梦想，今日尽在掌握。富卫凝聚非凡寿险计划为你的财富提供增值潜力，全力助你开展非凡第二人生。想了解更多，请即致电联络富卫服务热线，或与你的专属富卫理财顾问联络。